今天教大家用面条做道美食，黄瓜给它改刀切丝儿，蒜苔给它改刀切成小丁丁，洋葱改刀切丁，肥瘦相间的五花肉给它改刀切丁，起锅少烧油，油热下入切好的五花肉，炒香炒出多油脂，下入洋葱碎，再来半勺黄豆酱，再来少许甜面酱，加入一大勺清水，炒出多余水汽，下蒜苔丁，炸好的酱咱们给它盛入盘中，水开下面，煮熟捞出过水头凉备孕，再来点黄瓜丝，再来点香菜段，倒入炸好的酱，用你漂亮的小手咱们给它抓拌均匀。家人们，视频你看都看到这儿了，炸酱面就制作完成了，上方红心帮忙点亮，求大家了，没有你的双击真的不行，让我也上这门，红标在这里，感谢大家支持。我先捞一口炸酱面，老香了。